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，你们好吗？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的伤好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第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我是第一只小。算不算？